我们能不能现场跟郭老师学个入门的小戏法？哎，这样你来做裁判，我来做裁判，行。我呢教他们一个魔术，好，看看他们俩人谁的表现力好。行，好，好，我们来上道具。很简单，就在我口袋里，就在口袋里，不用道具。哦，我这儿呢有两张牌啊，大家看好了，你们要仔细看啊。来，你过来。哎，这张牌呢是老 K， 啊，我们翻过来看这张牌。是王牌，大王啊，两张牌看清楚，这边是王牌，这边呢是老 K， 是啊，看好了。现在呢，我要把这个老 K 啊放到身后去，啊，前面这张是什么牌？王牌，王牌，王牌，绝对王牌。错了，错了，怎么会呢？一共就两张牌，一张老 K， 一张王。那老 K 呢？哎。别动脑子了，是老 K。别动脑子了，干脆我说吧。您说，你们俩人学好。其实这两张牌呢，这个呢是两张面儿。哦哦，这个呢是两张牌背。这张牌呢在后边，在后边。这个牌背在前面拿着。是。你拿着的时候呢，因为我要反过来给你看，加了一个小手的动作。这个反的时候呢，这两张牌一捻，把它捻上边来。哦，我会了，我会了，我会了。老师，来，你来，你先来。来啊！今天呀，给您变个魔术。好，您看我这儿有两张牌，看出来了，一张 K， 啊，另外一张是背过去的。啊，对。待会儿我给您看啊，这是一张 K 吧？哎，这是一张王。哦。哎，这是一张 K 吧？啊啊。哎。这是一张王哦，我现在呢把这个大王拿到后边去了，后边去了。你看我这张牌是什么牌？我猜这张牌是个一，我猜这是个 K， 是个 K 啊。对，嘿，您看啊，K 在这儿呢，怎么样？哎，老师，您觉得我这可以吧？他还没表演呢，我们要最后我们来看看一宁的啊，我来试一下，你看我现在手上呢有两张牌，对不对？这是一张 K， 对。这是一张王，没错吧？没错。那现在呢，我把这张王放到身后去。哦，我手上这张牌是什么呢？那是 K 啊。是 K 吗？对。再给你们一次机会是什么呢？再说我就说对了。配合演出。还猜 K， 我怎么的了这是？还猜 K 啊？手上是 K 是不是？不是，不对啊。K 在这儿呢。你这欠赚呢你。任一宁，你已经没有比赛资格了，知道吗？我之前刚刚看你跟影子在这表演的时候，我觉得哎，很简单，不就转一下吗？特别小。但是其实你把这个牌放到身后的时候，我自己脑子懵了，因为我忘了哪一面是 K， 哪一面是王了。那我觉得你哪怕赌一把，你也不要拿到观众面前来转，你这个就真是有点。我这个节目主要是给你们带来欢乐，你们不开心吗？对不对？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什么？虽然这个戏法看上去非常非常的简单和小，真的，等你们拿到手里才发现，这没有功夫是不行的。掌声送给他们吧，都不容易。谢谢大家。